要去花蓮溯溪，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吧，回来啦。好舒服哦，三棧北溪清凉又愉快。今天水温刚好，大概12到15度。那你呢？看这个很爽快。带领我们的教练辉哥，他的三棧北溪有一个很好的特点是，他就沿着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边界这样子游过来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右手方有那个峭壁的地形，那个就是从太鲁阁的国家公园伸过来的，那些都属于大理石，大理石啊，如果灰灰白白的，灰灰白白的大理石，那这。花蓮有得知之后的溯溪环境是，这溪水很清澈。这溪水会这么清澈，据说是因为它的矿物质含量很高，特别是什么碳酸钙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它的藻类就不容易滋生，所以很漂亮，很清澈。不要爸爸的女孩。我们现在要高处跳水，跳吧，好，我们一起玩180米而已，加油，思思，1、2、3。
个小时，从九点走到十二点，终于走到三棧北溪的终点啦、啊！好看吗？非常的开阔，天空那么蓝，海水好像有，啊不对，湖水、溪水，太舒服，太放松。这车毕竟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因，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走一走。现在我们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深不可测的溪底有多美。Oh.